大马影星杨紫琼先前凭借《妈的多重宇宙》夺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，成为史上首位亚裔影后。在事业上十分成功，而感情世界也很甜蜜。杨紫琼和男友尚陶德已经交往了19年，是彼此的灵魂伴侣。两人相遇在2004年的6月4日，对杨紫琼一见钟情的尚陶德当晚就向女方示爱，虽然一开始遭到拒绝，但两人在后续的聚会中逐渐熟络，随后发展成恋人关系。交往一个半月后，尚陶德就向杨紫琼求婚，双方历经了6992天的爱情长跑，日前终于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尚陶德一直以来都十分支持杨紫琼的事业，除了经常陪同彼此出席公开场合，也不吝啬同框放闪。像是杨紫琼夺下影后宝座之后，就抛出了与尚陶德的合照，让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有最重要的人陪伴。尚陶德也曾在交往的第6000天送上鲜花与手写卡片，如此平凡又浪漫的日常让网友们直呼羡慕啊。Bye.